拍戏，你是林大哥太太江诗诗哦。你好，我是江诗诗。你个小凡人哎哟，小写了有够强的。有代志是？我想要请小总裁不要去看一个人。小凡，小总裁，你真的是足巧的。我跟我方便坐小总裁的便车，我想要带小总裁去一个所在。你两个阿母是讲好的哦。还轮流来退小凡工钱。我都真愿意跟小凡斗相共，啊，不过我并无想要替小凡讲好话，我是想要请你家己换手看。之前阮爸发生意外，到今阁昏迷不醒，小凡惊大家伤忝，所以嘛带你轮班过来陪照顾阮爸。你看，海龙爸爸，我甲你试试的吼，你会较爽快哦。等下丽君妈妈阁有阿妈哦，就会来看你啊。阿卡阿妹，林肯门诊江思思无用说，妈会来看你。你就要赶紧精神哦，爱加油啊！总裁，相信伊你看人的眼光，无人敢伫你面头前作怪。我想你个公司无用啊，若是小凡是一个什么款的查囡仔，我相信只要你用心看，你就会当了解。爸爸，我就想你耶，我有足侪话想要甲你讲的。假使你即马是精神的，你一定会当甲我开破，解决我的问题。哎，爸爸，我问你哦，敢讲高丽文啊，我考得较衰呢？小总裁就要去伟恩集团上班，拄开始哦，我想讲这是好运甲变卦的代志，结果煞莫名其妙，互人当作是贼啦。我真正无偷摕小总裁的物件，我嘛唔知影 Tiffany 的包包哪会胖个，我实在足艰苦的。啊，阿龙爸爸，你爱赶紧精神，爱加油哦！我想要听你讲话，甲我讲足侪道理的，甲我讲以后我的路要安怎行较好。爸，你不是在上班，你来走来？啊，那个妈妈，啊，我都今日甲阿妈伤忝啊，唔才会请假过来看爸。你这好心是真好啦，啊，是讲你上班来来定来请假的，啊，下班才来就好啊。嗯，别紧啊，阿妈，阮公司哦福利偌好个呢，大个月都嘛有生理假，啊，我无用嘛拍算啊，唔才会想讲利用时间过来看爸。讲紧仔咧，迄生理假时候你有需要时阵才用的，唔通乌白请啦。哎呀，去一个新公司吼，爱较乖咧，爱慢慢来学，唔通定来请假，知无？我知啦。好啦，等你上班啦，反正即摆转来吼，反正给他请半工咧，趁少年加学挂哈。我知啦，无我先等你上班啊，来个妈妈阿妈，我下班再来吼。好。小凡的查囡仔哦，也真可耻，真乖。总裁，总裁，不管安怎，这段时间都是你的照顾。我已经不是维恩集团的员工啊，我嘛无方便继续跟艾丽有往来，所以拜托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艾丽，让伊一个家，
你不会这二十几年来失去幸福。再见。是什么人讲你用的时间？拄到问题就躲避，一点也都无成你的个性。我嘛无愿意安尼啊，想叫我随到那恁找无见过。我知影物件是你偷的，虽然我唔知影讲，这手表甲链啊，是安怎会走去你包包咧？也无等下我冷静了吼，我振作的是，这是根本都无可能是你做的。总裁，你真正愿意相信我？我虽然讲咯，岁数较济，也不过我头壳还阁正清楚的。啊，你若讲正是要退啦，那就款股票股链啊，有啥物好听？你讲你表现提数是迄个讲话个。这么好的工夫了，你若真是讲要偷地，嘛无可能讲提价叫超，对不？所以我的心，这其中一定会讲。我搁再讲，你若真是讲这么爱钱，啊，你就当初继续待喺酒店上班就好，那就对我等喺公司的做小妹，一个月才两三万，啊无，你嘛听我利用你甲爱丽交情，叫我想办法得到一寡好处。我你拢无，我相信。总裁，多谢你愿意相信我，我现在就感动的。哎呦，拜托拜托，你来遐爱哭，啊，我受气你也哭，啊，无受气你也哭，请教一下，我都要安怎做，你才袂哭啊？你愿意相信我，我当然嘛感动。总裁，你敢知影？你拄则咧鼓励我，伊相信我，是我即几工听对上温暖的话。哎呀，我先去接，我先去接。来来来，大人大姐啊，感动万免哭。会知影？即摆还阁一件比你哭更重要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啊，你阿巧那样个变来讲啊，当然嘛是差出。害你迄个人啊！问伊我吃饱，是安怎表我较真啊？会走去你包包里面？哎，对吼，我爱甲这个吼，害我随到咱恁派人抓出来。阿哥，继续等来公司上班。不过你一定爱去，等来公司了，爱骨较拍面，较骨力，才袂辜负我看中你。做风狂，莫妨讲赢话，伊若无我，就是会害个。我学你讲的啦，会衰到哪里？我知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。昨天我刚读到两科，我买认真。多谢总裁。昨暝我回去了后，一直到我拄才出门上班，拢还袂看到 Steven。伊一定是鬼妹，拢住伫迄个余小山遐。你是谁寄来啊？我无啥名。我
月，敢讲你袂记哩？当初我是安怎替你挂保证，你才会当让你白嫁？你竟然安尼骗我！对待我。